德芙饼干丝滑卷，超好吃，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你动感新青年，加入芒果 TV 会员，首先享受加装版丝滑卷，请节目限定会员随心选。嗨，晚上好。我这个我都不会，哎，我不会卷头发，烦死了。哦，Jessica。嗨，晚上好，大家，520快乐。封面好看，封面是沈小爱送我的花花。谢谢鸡块的神奇魔方。怎么不开灯？520就是要在这种氛围，你不知道不开灯，这种小小的灯光，这种就是很氛围感，懂？氛围感。520就是那种在吃烛光晚餐的感觉，懂？就是它是不一样的，你懂吗？我觉得放点 music。烛光馄饨 ，yes，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跟我分手了，我谢谢你。哎呀，牙齿上粘口红了。这他就是人，真的就是很尴尬。嗨，晚上好。你买了吗？是哪个姐姐买的吗？不是，我跟别人买。张眼皮，嗯，对，哎呦，我真的会很谢谢你挡住，他们没化妆，我今天也没有画睫毛和眼线，他来送东西吧，我刚刚，我脸上的包，我脸上的包在这儿，你们能看出来吗？在这儿。其实它已经不是很明显。嗯哼。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对了。我520咋过的？嗯，我刚刚起床化妆，然后。谢谢绿桑一的玫瑰花，然后下了楼，然后去拿馄饨。哇，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了一些奇观，就是因为楼下在拍摄东西，然后我去找社长开那个厨房的门，然后我就看到一些奇观。我当时，谢谢75度的旺仔、圈圈奶茶和土拨鼠玫瑰花，对，奇观。嗯，确实是他。然后，但是现在也不能说是什么嘛，就是很神奇。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昨天，就是奇观，对，就是他找我教他。跳那个，就是袁熙找我跳他，就是我有前天晚上发那个抖音的那个舞嘛，他说他看那个分解看不懂，然后就找我能不能教他，然后刚刚我说我要煮一馄饨，然后就是本来说是9点钟，然后我说我要煮馄饨，然后他说那等一会儿吧。然后结果我下去找馄饨的时候，就跟他迎面打了个照面，然后感觉本来他还是那种绷着，就是没有笑，可能已经笑完了。然后在我们对视的那一秒，两个人都绷不住笑，可能觉得他觉得有点尴尬，因为那个画面真的有点奇妙。但是我给沈小爱煮好吗？也没有，就是教他一下动作是什么动作而已。
我教他跳舞，那学校还嘲笑我说，人家四五八一下都比你教的好。然后我就教他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他会了，然后等他练一下就好。他可能看你教着，他说还不如我自己来。滚啦！哼，什么意思？但是我不会教人，我只能教就整个动作给他顺下来，我就不会像那种舞蹈老师一样教舞。重要的问题来了，这一次二位总冠军回归是想成为对手还是队友？那我觉得他应该是 leader 啊，他肯定必须得独立成立啊，对不对？那你不也是吗？所以我不不不，我怎么感觉我在直播里就脸显得没有很胖？他在吃东西，他在吃我煮的馄饨。一身白衣好看。对啊，就因为只几个八拍，四个八拍，很快。好好看啊！他在看什么？他在看，他在看跑。他在啊呸，他在看你浪姐。你静姐好漂亮。你在这儿起哄什么？我都还没吃。有良心的人，这个时候就会给我用我的碗给我盛一点，而不是只给自己吃。哎，良心是什么？我没有耶，好巧哦。无语，我还有九年也可以参加浪姐，我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我会记得报名的。是时候开启第三代全员资料了。本季姐姐有挑战自我、大胆跨界的新成员，到时候给我投票，谢谢你。浪姐第十一期。出道时间最长37年。哇，宁静这个发型好长好长啊。嗯，算你有点良心，谢谢御茶酱的荧光海，请大家吃烛光馄饨。谁记得烛光馄饨？去年的冠军是谁呀？你昨天也吃的馄饨。烛光是一种氛围，并不是说一定需要烛光，这是一种氛围，就是这种昏暗的房间。确实是个形容词，紫菜没有紫菜，像我在家里做馄饨的时候就会放紫菜、虾皮之类的。谢谢大表哥玫瑰花，是大家今天都去过520了吗？没有。你只过双十一，你双十一怎么过？过五五吗？今天在宿舍躺了一天，好巧，我也差不多。哒哒哒哒哒！哇哦，鸡汤去过520了，他居然有对象！哇哦！烟火太漂亮了吧，张天爱。啊，他有对象3年了 ，sorry。嗯，真不错呢。就你没有，但是你有我呀。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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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着同学分手，这好日子分手，真是不错。怎么瘦成这样了？这谁啊？张天爱，好瘦啊，他比刚开始好瘦好多呀。上电视啊，做综艺啊，采访啊，就都有点抖呀，因为在做自己。哇，有点像那种就是在520这天出生。天哪，感觉很浪漫。这次不是在扮演什么角色了，而是让大家。我四级的成绩就是520分。我当时查成绩，打开520。就这么整，刚刚好。姐姐第一季的时候就邀请过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没赶上。第二季的时候又邀请过我，我又没赶上。第三季的时候我说我想我了，我再不来我就有点丢脸不要脸了。我觉得在我的领域里面，不太会有人比我强。六级还能考吗？我六级是什么时候考呀？我查一查。六月份，六月多少呀？那但是520本来是大家就是创造了这么一个，好像有这么一个节日，但其实。也许几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520。啊，那我感觉我怎么感觉我有点难去考。520是中国传统节日。请问是什么传统节日？云考试。你觉得可以吗？还跨省。谢谢冯婉鹤的官人的荧光海。草儿。延期3个月，那好有意思。那杭州会延期吗？希望它延期吧。你好，拍照区在哪里啊？为了纪念一个叫520的大儒，你不好意思，点击屏幕开始拍照。你富贵了吧？八买了，给我当后援会。后啊，那你加油。我等着你，加油！还没公布，但是我感觉杭州疫情好像没那么严重。虽然好像我同学他们也不怎么能随意出入学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确实上海严重。嗨，晚上好。说实话，我有个初中同学，他就叫翔哥。谢谢翔哥666的荧光棒，你这个 ID 有点像那种直播那种。谢谢大哥，谢谢榜几大哥。老铁666，今天去打 HPV， 我没打，但是好像也不着急的样子。网上说很痛，那你打哦？你明天要去打？我还想问你痛不痛？没事，打针这种东西痛一下就过去了。上城区，上城区，我好像一般。没怎么去过上城区。很痛吗？它是像打疫苗一样打在胳膊上吗？我
我小时候陪我妈，那时候国内好像还没有的时候，我陪我妈妈去香港打过，然后还看到他还有代言人是邓紫棋，然后我就拿那个宣传册，宣传册上有邓紫棋。还是他替就是产青的那一部那个时期，怎么可能是那样入坑的、啊？什么鬼啊！好可爱哟、哦，姐姐们都有魅力哟、哦。我入坑，我说实话，是我当时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对啊，他就是宣传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宣传让大家都去，就是。早点普及打这个东西吧，就有种像宣传大使一样。对，大陆没有的时候，措辞严谨，就是去香港打的。那时候我还很小，好像还不能打吧，才十岁好像。10岁11岁，我现在可以打，但是好像蛮难预约的。然后我妈也不着急，我是当时，哇，我喜欢邓紫棋，是好厉害哦。我当时六年级的时候，不是刚好我是歌手嘛，但是我没有看这个节目其实，然后就是在音乐课上，因为快要毕业了，然后音乐课老师就是都在那个课上给我们放那个我是歌手，然后我第一次听他的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然后后来我就得脑炎了，朋友们，我就住院了，快要毕业考了，我住院了，谁懂？然后住院，患脑炎，还不能玩手机，也不能看书，就痛并快乐着，就是不能学习，但是也不能看手机，不能看书，不能听，不能干嘛？然后我就听歌，我就只能听歌，然后就听他的歌。他播完了呀，他电台播完了，然后我就听他的歌，后来就听着，听歌比较放松大脑吧，应该。噔噔。想看演唱会。不戴耳机听、啊、就在病房里就是扬声器播放，关键那时候手机里也没几首歌，然后就那几首歌循环播放，就邓紫棋的歌。然后后来我出院之后，我就是一个大厅特厅的状态。门票贵吗？当时不是很贵，当时最贵的票是1288好像，那会儿有耳机，很早就有耳机了吧？我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是2014年，第一排。确实，当时在那个，就是我们进场前在那个门口。然后就有那种黄牛过来问要不要票，然后我妈就反问他，你收不收票？对啊，哇，好漂亮啊！六年级14年，对啊。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着急，就是去看演唱会前。就是我跟我妈去了一个什么，就是那种很大的那种商场，
然后我妈不紧不慢，就是要踩点过去进场，然后堵车，我真的当时很紧张，很焦急，我还在门口买那种贴脸那种纹身贴呢，就是 GEMXXLIVE 那个纹身贴贴在自己的脸蛋上，然后还买了荧光棒，然后那个纹身贴我就一直纹，一直没有洗掉，直到我从北京回来。然后因为我从北京回来就去杭州了，还要去拉牙齿，对啊，去北京看那个是他那个演唱会在中国最后一场呢，然后我就要去拉牙齿，然后回到杭州之后才把脸洗掉。哪个馆？工人体育馆。有照片吗？有是有，但是比较丑。我小时候那种我的发型就是很光溜的，就是梳得很整齐很光溜的马尾。笑死。但是不得不说我那时候挺瘦的。然后那时候我拍照姿势就都是这样。哎呀，这种别提了，我一直都在叫小爱，就都是拥抱世界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笑。剪刀手，因为剪刀手就是很好看的，世界说滚的才不。一边说了好几遍，那个时候都没有疫情呢。今天拍照，今天还没，我刚化完妆呢，而且我自己卷头发都不好看，我不会卷头发。刘汉雅，今年43岁，43岁。啊，一会儿拍吧，你猜？你猜？哈、啊，说话这么温柔的人是唱《红豆》，大红豆，绿豆。我声音变了点，没有吧？我声音就是。我好喜欢他们呢。甜妹风怎么没有啊？那个刷马尾不甜妹吗？我鼻音重哦 ，Jessica， 没有吧？好老了，什么意思？你很激动，我好像个白痴。哦，我感觉每个姐姐都好美丽哟。Because I'm a singer. Older? No. You're beautiful. Love you. Love you. 闭嘴吧，吵死了。嗯嗯。我可是很早之前就扎过双马尾了。什么手艺？我现在可不会轻易上当立这种 flag。哎，我跟你们讲，我昨天就是这个筷子好大，还好，也没有很大，就这么大。为什么不开灯？就是520有这么一些小小氛围，吃个馄饨吧。
我昨天下载了一个模拟人生四在电脑上玩，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困难重重。鸽子什么鸽子，然后我捏出来了一个 Angelababy， 谁懂？Start offline， 就是那个我一开始他就是给我设的是一个男性角色，哎呀，我打开了，我给自己打个灯吧。哎呀，给我个灯。就是坐在这儿是吗？哎呀，错了。也没有没有，雅姐娘，我们就开发其他的。哪个？好难捏哦，说实话，哦，可以，好亮。可以，他们坐下了，坐下了。也不是很像呗，就是当时那一下真的很像。呀，这太亮了耶。然后因为他一开始给我设了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人我不管怎么调，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老，他有他的他有泪沟特别明显，然后神仙还看了一眼，他就嫌他丑，然后妈呀，怎么关不掉，关不掉，疯了没，我都疯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后来重新开，因为觉得那男人太丑了，我捏怎么捏都捏不好看，然后重新开，然后他就给我来个女人。哎呀，怎么关不掉，然后就随机组合一下，然后我把他的脸就给他重新就是调整了一下，然后突然发现好像 Angelababy，救命，于是我就干脆让他当个 Angelababy 载入游戏游玩。你刚从迪拜回来，你是中国人，我昨天给他建造了一个家，怎么进去？模拟人生四，好不容易下好的呢，我还把我的软程序更新了。但是他这样子又不像 Angelababy， 谁懂？然后给他取名字，我就说我不知道取什么。然后我就说给他取叫陈小爱，然后但是他只能输英文，然后我就给他的名字叫做 Love， 然后姓叫沈，然后进去之后要给他盖房子，然后陈小爱还真当给我给他照房子了，他还在那儿指点我说什么啊，我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房子什么什么风格。那你捏的名字叫沈爱，那不就是在给我建房子吗？哎呦，你不觉得这个灰色的地板很治愈吗？我想要黑色的地板。嫌弃起来，还开始指点，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房间黑灰色的？这个房子就是有点太大了，然后显得有点空旷了，一个人住。那你再给我捏一个。呀。又要用人家的名字，又说。放假日，就是因为真的很大，这个房子谁懂？他就开始哎，那就来个彩虹的微笑。
他就开始就是各种说他喜欢简约风，然后我到了个简约风呢，他又就是说太沉闷了，谁懂？笑死，39点多，那我要说我18点多岁，耶、yeah ！假如给我500万，我怎么花？我要。我要年轻奶奶好可爱，甜心奶奶也不错啊，比我80岁都还在拄着拐杖叫爱你和跟彩虹的围着还可以。假设是问题，买房，但是500万好像也不太够在上海买，还有装修。艺术家，嗯，你看我自己弄头发，奇奇怪怪的。Hello， 土傻子，快手年39岁，我是 Twist 的。满上海社保了吗？没有。买在宝山，那有点太偏了吧？确实需要一个小时。好爱我。好爱我，你给我好好努力看好我，我也看好你。你好爱我，你给我送个什么礼物吧？谢谢英俊云总秋天奶茶，黄浦江边，谢谢冯婉贺官人的夜蝶 ，Thank you， 谢谢你。嗨，520快乐。好了吗？没有吧。什么线？鲜虾鱼子馄饨。520我快乐吗？我可快乐了，怎么？想来这个表情是什么？觉得我不快乐吗？我可快乐。啊，鲜虾蟹子，哦，应该是鲜虾蟹子。我可快乐了呢，你呢？我的快乐你体验不到。我的快乐你体会不到。你快乐一整天了，那你也太容易快乐，太容易满足了吧。那我来跟你说说我的快乐吧，我的快乐就是跟我的推一起跳舞。怎么样，你能感受到我的快乐吗？你不能，哈哈，你还快乐吗？有迪拜朋友的快乐我体会不了。好的，但你还是中国人，我有作为中国人的快乐。你怎么这么难？这是我的天性使然。发了6斤肉，6斤肉可以吃多少天呢？你的快乐就是在看你推直播，这不是很好感受吗？我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小偶像。我甚至，你说你在看你哪个推，我甚至可以去
去他的房间。工作有很大进展，哇哦，恭喜你。抱抱我的腿，这倒没有。哇，厉害啊！天哪，我的老什么游戏枪，30万一个。什么？这比真枪还贵吧？哼。嘟嘟，想喝饮料。啊，我喝个 AB 钙的。你也有 AD 干的。你只有冰红茶？哪个牌子的冰红茶？冰红茶是迪丽热巴代言的。只有你喝不上，但是你的名字却叫喝点 AD 干奶吧。看我喝给你看。天哪，你看我这个湿疹都已经长到这儿，我脖子上这两边都有，烦死。吃羊肉串，哼。对呀，湿疹在涂药膏。为什么我这么湿呢？湿气这么重呢？我是个诗人，诗人。张力好可爱哦，天哪。我没有在说冷笑话，我只是随口一说，你们觉得我在说冷笑话吗？那我还尸体呢。我没有说呀，看你们觉得我说了。哇，冷笑话还有这种功能，还能让你起鸡皮疙瘩。生命之水什么东西啊？96度酒吗？全满贯，我的小天爷！再来一瓶。你说，我说完抖了抖，这么夸张吗？空调都没有开。好了，你们就是现在在用夸张手法，夸张了。你们有去过那种山上游泳吗？就在山上那种水潭里，比较干净那种，但是就是因为是山水，
很冰，夏天的时候。天，你的气质好好。没有，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我小时候经常去。我蹦过极吗？没有，我没去过有蹦极的地方。我可能也不太，也不一定吧，可能敢吧。你在你家后院的鱼池里面游过？你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哦，我去过，但是没有去那种蹦极的地方，就只去了赌场。温州那山可多了，温州是丘陵地形，丘陵，然后就很多山，就是我觉得温州去玩的话比较好玩的就可能是那些山啊什么的，农家乐啊之类的比较多。这是你的死去的地理知识，就是山山水水比较多，比较好看。因为可能我从小就这么看，就觉得很习以为常。但是可能像，可能别人就是你，比如说像你们，比如说在上海什么的，可能就没见过这么多的山呐、水呀、就是说，就是会觉得比较好看。对，夏天的时候还有漂流，他们还有那种。我忘了叫什么九丈涧还是叫什么地方，就是它是那种有点像峡谷探险，谁懂，就是那种在那种山啊水啊那种上面，然后建那种那种闯关一样的东西，就是那种庄子啊那个，然后就是闯过去那种，就是很多关这样。还有那种山间滑滑梯那种，就是到山上然后滑滑梯滑下来，滑道滑下来，还有漂流。温州爬山给你吓走不了命。然后比如说像雁荡山，它有瀑布，但是那瀑布就是很小，经常就现在水量都变小了。对，山看多感觉都一样，就是然后每次去玩的时候就在那个山路上开，山路十八弯，我妈就是她说她就是去雁荡山哪里来着，就求当时她的那求签求姻缘，然后后来就碰到了我爸。玻璃桥，我倒是也不太敢走这种东西。你开山路把朋友开吐。对，我妈去还愿没？我也不知道。古早时期有财神庙，不知道呀。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去的时候，还有那种空中高空绳索表演，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小时候有。噔噔噔，还有南七江。那南溪江那边是玩水的吧，然后像现在它好像那边都开发起来有那个南溪江什么音乐节是吧，感觉还挺多那种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手，他可能现在就是那边这么开发吧，挺好。你朋友给你整了吧，是在国外吧，国内不能持枪吧。
说实话，七月多的演唱会他居然那么早就延期了，说实话我也挺想去看的。南七江的音乐节，什么音乐节来着？想看我的演唱会。那可能要等今年的总选。欢迎来看我的总选演唱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选。对，就是那种草地音乐节，长沙。想看 mini life。哎呀，现在轮到我都不知道轮到什么时候，无语。这个破疫情，破疫情。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背诗，听懂掌声。不愧是诗人，好幽默，我听得抖了抖，房间空调都不用开了，牙齿都打颤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嗨，晚上好。馄饨凉了吗？还好，凉了就不烫嘴了。浪姐不算选秀节目吗？姑苏卢氏，怎么就姑苏卢氏了呢？哦，我家那边还有个景点，它叫黄潭洞，它就是我那种，这叫什么？那种放族谱的地方叫什么？啊，就是这种，我们那边姓卢的祠堂在那边。哦，然后那边的景色也很不错。哼哼哼，我就是这个卢呀，就是没有草字头那个卢，其实。是公安局改错了，然后我去那个祠堂，就是那种里面逛过，还当官呢，还有当官的呢，就是清朝末还有当官的，就是，对呀、啊，其实我是这个没有草字头的，就是因为。那个公安局登户口本的时候搞错了，然后变成这个嘟嘟嘟，改的话很麻烦，因为我全就是我家这边，就是从我爷爷这一辈，就是我家这边都变成了这个名，都变成了草字头的名。
对，很多年了。嘟嘟嘟。有啥安排呀？为什么要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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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音？我谢谢你，我明天没啥安排，后天是不是后天？是后天吧，就要公演了，拍档，最佳拍档，夏侯，夏侯尊，蹲，蹲还是尊？蹲尊，什么时候换？我也想知道，我谢谢夏侯惇。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换公式照。总选会换吧？会吗？会吧？对，拍档是第二个，他是按那个组的顺序 A B 这样下，我是 B 组，所以我是第二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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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我，我也这么觉得。好，怎会如此？不带名字认不出来谁。喝完了耶。这是什么？突然像点进了百度百科。嗯，要表演呢。在家快憋疯了，出去没啥可以逛的。你是可以解封可以出去了吗？我不能出去，我一直被封在里面。我没有想一起看的意思。对，他开了倍速，而且他也没在看。我跟你说，沈小爱他就是看东西，他就经常放在那边，然后玩手机。等会儿我就再拿回去看呀。他就是这样，然后每次说哎我们来看什么什么吧，然后用那个投影放出来之后只有我在认真看，他在玩手机。我会绕口令吗？我会啊。每个姐姐我都好喜欢，希望大家都不要被淘汰。莫说他手机。我看春晚的时候会这样，看春晚的时候会玩手机。首发队长。我的可红被我吃完了。在家里一边打麻将边看春晚。好，拜拜。吃饱了吗？差不多，还行，饱了。春晚就好久没看，我还是都有看的。
去选择最强的人，完成我自己的牌，把每个人的命运交出去。我想打造一条新的乐团，有力就是乐团，增动这个牌。每次看春晚，我比较喜欢看语言类的节目和那种中国舞，还有什么魔术，就是这些节目。怎么都有点快进啊？我有快进吗？你这二倍速，你怎么这样？那快嘴 rap， 人家可能只是普通的 rap， 都变二倍速，加起来都变成快嘴了。我要从头看。我去年就是直播看春晚。这谁啊？还唱 rap？ 莫愁。哦哦，那可以理解。去年你还没有口袋四八。那您是怎么下载的口袋四八呢？好奇采访一下，说明你是因为在商城下架了，所以没有口袋四八，还是说你是刚入坑的？对，我没有进去。哦，入的我的坑，真的吗？你是从哪里看到我的？哇 ，locking， 我的天啊，他会 locking。一站。B 站，你在 B 站看到我什么了？奇奇怪怪。啊？公演直播幻境吗？你是看公演直播然后认识了我？然后下了口袋，哇 ，amazing， amazing， 好神奇。为我而想，哎，什么？我短发为你而留。我的口袋四八为你而下，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嗯、第一个搭档太容易选，真的，哎，因为后面还没表演，希望所有人都一起表演完。这个 catchphrase， 我。什么时候回剧场呀？我都已经很久没有讲这个 catchphrase 了，谁懂？现在来个多没意思！谢谢开心最重要的荧光海。嗯。人不在上海，只能看直播。那祝你有朝一日可以能看到线下吧。谢谢喵怪的蹦迪。线下真香，你在诱惑他五一去，但是因为疫情来不了。立疫情，滚！已经两个半没有看过了。国庆的时候应该好了吧？拜托拜托！摇滚乐 ，rock，
嗨，晚上好。哦哦，不，你这个好像是我爱你的意思，这个才是吧？是吗？是吗？哦，好嗨哦！救命，我好怕他把话筒摔。哇，这个自信我好喜欢。咪，哦对，哎，这两个手势都有哎。We will rock you。你的肤色比它亮一个度，笑死！我你有点锐，能不能说个冷笑话？笑死！让我酝酿一下吧。波西米亚狂想曲是讲什么的呀？这尖叫，我的天，那个钢琴曲，他就等你们夸他帅时间夸他。哇，好帅啊，明天521你还能现，那你这不是一日，你这是两日，这不是一日限定，是两日。我好像听过波西米亚狂想曲，那个很快的那个。你太喜欢他这一块了。我涂个口红。妈妈呢？啥妈妈？雷森，我只知道，我知道 EXO 的妈妈，告诉我妈妈妈妈 ，Kill this， 什么是 the animals， 哒哒哒哒 ，Heartless， 哒哒哒 ，No one care about me， 失落的感觉，谁在乎就忍耐，我再也无法接受。更好吗？好的。我妈的那个车载音乐里面就有一首《妈妈》，是好像是中这叫什么？《中国好声音》那个里面的选手唱的那种版本，两个女生。失落的感觉，谁在乎？只有忍耐，我再也无法接受。闭上了双眼，妈妈可不可以请告诉我？哦，那时候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是让我们回学校办了一个那种叫什么毕业会，就是。大家一起表演节目，然后就有那时候就是有同学就喜欢 EXO 他们那种，然后就在那表演妈妈，就是他们在那跳舞，但是就是那时候小朋友那么小，就是也没学过跳舞，就是总是很尴尬。降临。什么呀？我没听过呀。我表演什么？我表演的是小品。我表演的是故事，就是那种演表演。我演那个啥？我演的是个皇帝还是个太子？忘了。
可厉害了，谁懂？可厉害了，选妃的那种。我忘了当时演的啥，我已经教完了呀，就浅教了一下。四郎，我不是吧？对，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我觉得人生。怎么会是太监呢？是太子，可能是皇帝吧？可能，我感觉。因为我记得好像当时有选妃的过程，就他们在我面前，我坐在那里，他们在我面前表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多帅呀之类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好尴尬。能在这种纷乱的这种江湖中，你能活出真实的自己，这个挺重要的。教的啥？就是我那前几天那个抖音发过的那个。他说我教了他那个，对，我只是浅教了一下，就是我今天抖音发那个舞，因为就那个舞很多，因为我有看原版，就是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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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good boy come back， 哒哒哒 good boy come back， 哒哒哒哒哒 good boy come back， 这个就他。就是你搞脖子那几下，就是的，它是要的的的的的的，这样就是会比较有点难搞。对，就是这个。哦。然后我不会，主要是我不会教人学舞，然后我就只是就很尴尬，然后我就说，我就教他动作怎么做吧。我就只是很尴尬，我甚至不会数拍子教他，笑死。然后他说他学会了，他说我学会了，你信吗？我说我信。然后他就去，他可能要独自练一会儿吧，我觉得可能怕尴尬吧。我也是，我那天我在扒的时候。就是他在隔壁可能在排最佳拍档的舞，然后我也很怕尴尬，就是我还特意把灯关掉在练习室吧，因为我觉得很怕别人看到我跳舞，就是还没学会的时候跳得很丑，然后怕别人看到就很尴尬。然后我当时我在里面还没开始，就刚还没开始，谢谢老 baby 的蹦迪，哟，老 baby 过完520了。哦，很尴尬。然后他在隔壁，然后他可能中途来我这个教室找道具，然后我就尴尬的，我就，然后他就是探头进来，然后我说你进来找吧，我，然后我就很尴尬的，我就拿着手机蹲在原地，掩饰我的尴尬，就在那儿摆弄手机，然后等。人都走了，我才开始扒。确实。其实新人，我是觉得在这么多姐姐都在的情况下，可能不需要我来。哒哒哒哒哒 ，Good boy， 干杯。Good boy， 干杯。哒哒哒哒哒 ，Good boy， 干杯。嘟嘟嘟嘟嘟嘟。但是我没就，你就是没学，就是有些动作你还没学下来的时候，就是跳起来就很尴尬。他跳的肯定比我好。选择舞蹈，因为一生所爱，很喜欢。因为我也看了抖音上很多扒那个舞的人，他们有些地方都跳的不一样。然后我又有看原本，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有大概两三个地方其实是做的跟原版不太一样动作。看了就知道了。
嘟嘟嘟嘟嘟 ，Good boy， come back。哦，你在？潜水，土鸡蛋，我当然听过啊。游泳考试游了1000米要死，我1000米。但是游泳有助于长高，还有助于减肥。你想，你要想，你游了这1000米，你可能瘦了这么一克，或者长了这么0.1厘米，对不对？就你游这游了1000米。关不掉，可是他唱关不掉，我也听不到呀。请问，我游泳可厉害了，我真的，我游泳真的很厉害，不是我吹牛。我还会那种，就是触壁之后就是这样子，噗回来。让你唱歌，在哪唱啊？我又。叫他什么舞？叫他 TXT 的新歌《Good Boy Gone Bad》。录视频唱啊？那你唱吧，加油，为你打 call。关不掉对你的分，怎么你也立了什么 flag？横渡长江，嗯，人在上海，先考虑一下能不能游过黄浦江吧。我听的就是来看表看表演来了。我小的时候可能也练过一点点，就知道您演出。浪里白条，太美了，我是浪里黑条，黄条黄条。一缕月光下，行云流水般的在游走，非常的美。嘟嘟嘟嘟嘟 ，Good boy， 干杯！谢谢大姐。好美呀、啊！我也点赞了。浪里油条，好冷的笑话呀，笑死我了！有被你冷到，宽度不到1000米，但是我可能游到一半就被江景给捞起来了。你是草莓味油条。哎，不是说520这天你要换那个草莓味油条这个号来跟我讲话吗？谢谢你知道我是谁的玫瑰花。心意收到了，好，云南游到台湾，心意也收到了，好吗？好，谢谢。好厉害呀，怎么游的？好，我觉得诗意它作为一个舞蹈行业里的这样一个，但是不知道我现在游泳有没有退步，有点时间没游了。今天对呀、啊，你看他有镜片的样子吗？他看起来就没有镜片。嗯。我今天可是戴了隐形眼镜的。好了，谢谢这根油条，谢谢这根油条的皇冠。为什么呢？他抱着吉他特自信。喝饮料，这里插个管，连起来。草莓味油条，浪里油条。啊，浪里油条，原来是你，油条竟是你。那我那是手滑了，怎么办呢？有被冷到吗？就是我新说的冷笑话。有被冷到吗？你刚刚让我说个冷笑话。羽绒服穿上，不，你应该穿绿桑衣，桑衣那种这种。那种渔翁绿蓑衣穿。
嗨，晚上好，绿蓑衣，对，独钓寒江雪。好吧，那你切回去吧。油条不是 VIP。谢谢这无理取闹的世界啊的荧光棒。嘟嘟嘟嘟嘟嘟，好想学价值鼓哦。嘟嘟嘟嘟嘟嘟，有什么剧推荐吗？我最近在看重生之门，然后重生之门更新的看完了，我就在看小谢尔顿，小谢尔顿看完了，我就在看生活大爆炸，看吧。今天是大结局了吗？嘟嘟嘟嘟嘟啊！那我等会儿晚上可以看哦。能被偶像选择这种感觉，只可以终于要大结局了。我就不跟你细讲了。我不睡觉吗？等一下，我晚上还要去排练。张译对他在里面还。很好玩，他这个角色有一些幽默在身上，有一些油麦。对呀，哦，我还要做一个，那个舞台要用的东西，我还要拍照，完了，我怎么这么多事情要做呀？令人头秃。怎么这么忙呢？乘风破浪第三季节目组联合全国妇联宣传部和微博发起巾帼新大忙人时代召唤巾帼拼搏成就梦想，那就留点事情到明天做吧。因为我是忙内，又讲了一个冷笑话。我觉得你比我就是比我这个冷笑话功力要强一些。早上几点起？那要看做不做核酸，核酸一般都是九点十点左右。这几天都连着要做核酸，是不是快要解封了？每天早上都让我做核酸，是不是快要解封了？谁第一个上台表演？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如果穿黑衬衫，里面穿啥比较好看？黑衬衫里面为什么还要穿衣服呢？黑衬衫不是放在外面？就穿完就穿完了呀，你穿里面也看不见呀。还是说你要开着穿？你要开着穿黑衬衫，开着穿可以穿个 T 恤啊。对，白 T或者黑 T 都可以。你有朋友从上海回杭州了，要隔离吗？晚安，拜拜。要的啊，我是真的不想被隔离，就是睡陌生的，还不是酒店那种地方。现在比赛开始，请自由成员们商议谁第一个上台。啊，不要吧！关着能隔离，但家里能送饭。但是我在杭州，谁会给我送饭呢？啥玩意儿？我说如果我回杭州要被隔离，给你点外卖。我谢谢你。
每天给你点。期末考试也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们的考试都是那种写文章之类的，论述题都是，所以回不回去考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我的体育怎么办？请问我的体育怎么办？体育课，我可是报的篮球，我可是能考好的人呢。怎么这些姐姐都是表演的 rap 呀？有一点盖的感觉。线上，可是我报的是篮球，请问线上我怎么空手打球？空手打球，空手投三分。三步上篮，我看到游泳线上考，不知道这个老师是考什么。我之前那个老师就考的是三步上篮，上去你跳去，游泳线上考试，因为我在抖音上有刷到。嘟嘟的的，找个高个子到篮筐这样子，他站在那边，然后这样，然后我就投球，但是很容易砸到他的脸。让沈小爱坐高一点，那可是我一般投都是投篮板球，就是砸到篮板上，然后再反弹到框里。这样子，那他的脸怎么办？他的脸就流鼻血了呀，鼻梁，他高高的鼻梁要被我砸塌了。换一种技巧，那我扣篮，我就挂上去，挂上去，然后他就整，然后这个篮筐就倒了，谁懂？我去玩儿童篮筐。但是我记得中心附近其实有一个篮球场，虽然我也去不了。考核什么内容？你说体育课吗？体育课考的是三步上篮。我是买嘞，雄安新区是在北京那边吧？霸王部是什么？你大学学了两年太极，好偷懒啊！怎么感觉两年学了太极？岂是野马分鬃？我知道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太极课呀，我们是有那种什么，有网球。你学了六年八级。太极吧，排球，我真的不能打排球，我不会打排球，我一拍那个排球就飞了，对，而且还很痛的，就打到这个上面。足球。还有什么体育舞蹈？
那种，还有什么，还有一种叫什么球忘了，很奇怪，它的那个框。球打人，我也学过啊，但是我学过之后我发现我不能，我不行，所以我放弃了。就真的，我们那时候中考体育就是在选体育，就是要考自己哪几项中，就除了必考的还有选考的嘛，然后选考每人要选两项，然后在考前就搞了一个类似于像那种运动会一样的，然后就是你每个项目要测过，叫做什么运动大比拼还是什么，然后我就每个项目都试过了。我说当时我测排球的时候，我都跟那个裁判员，就是裁判员是那种可能初二的那种，我初三然后初二的那种志愿者嘛，我说你干脆就别测了，你给我打个零分行了，我走了，我要去测别的。然后他说你还是试一下吧，你还是试一下吧，然后我一颠就飞出去了。我说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他还很善良，他让我尝试一下，但事实证明不太行。我手势对吗？我都忘了怎么做手势，反正就这样。假劲，算了，我也不会再打排球了。哦，都会跳舞哎，不然呢？嗨，晚上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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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声音还是以前的样子，好神奇。哈欠打你都困了，很有感染力。我觉得哈欠是一种能够，这是什么传播呢？就是它的速度，传播速度很快，没牛头，它可以透过网线传播过去。意识传播，意念传播，精神攻击。他的专业要有具有说服力。被手剪就是用。哎，那个什么，被命运排挤啊，被世界排挤是我的命运。用30年的时间，真气汇聚成的那份底气，是深深的在我心里。红豆，不会武术啊，大红豆，我可以打绿豆。还有一些，我觉得我特别是被传召我连麦，干嘛？有病啊，跟我连麦在这儿照镜子。你干嘛骂我？你为什么骂我？问你干嘛在不说话，在那儿在那臭美。不说话你就骂我。想给你一巴掌，快点，你说干嘛？你骂我还要给我一巴掌。你再搁这儿演戏，我给你挂了。你骂我。不再见。看一下你，再见。冷漠。不是别人跟你连麦你就这样。哦，我要看今天，哦，他们家粉丝来了多少人，举了多少盾牌。哎呦，我是不是有病？心里面想的东西已经和这个 excuse me 就凑这么近，然后在那臭美。是不是有病？
冒着被我骂的风险要跟我练，那他就是来找骂的，他可能他的目的就在于此吧。我在干嘛？我在模仿贝楚涵。灯红豆，这是我小时候在多美丽。哎，你们那地方有多美丽吗？就是那种带动跳，就是那种像肯德基什么门口，就是他那个服务员，就是姐姐会带着你在那儿带动跳。我小时候就是在那儿跳红豆、大红豆、绿豆，就在多美丽门口。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多美丽，多美丽、肯德基、麦当，然后他们开在一起，然后就会有姐姐带着你。小时候的时候有。带着你在那个门口，带着你在门口，然后在那儿红豆，大红豆，然后一群小朋友在下面，就是他跟着他跳，然后跳完了之后呢，会有小奖品拿，就是小礼物拿。我小时候可喜欢这个，这是我有个悬掌在这儿，谁懂？我有个悬掌在这儿。就是，所以我一般头发都会从这儿分，但是今天我头发没从这儿分，哎呀，我这里有个旋儿，在发际线上，所以就好像秃了一块一样。就在后面，我后面应该也有一个。哦，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你看，你看，那汗毛都竖起来了。唐维维，太厉害了。沈小爱看看节目，有两个选的小孩聪明，不愧是我。对啊，我们以前最早也只有多美丽，多美丽的童子鸡很好吃，但是后来它倒闭了。后来开成了什么百盛丰，这个原唱，然后后来都倒闭了，倒闭了。这首歌我说出歌名，可能四川人就比较有反应，但求疼。对，四川话，但求疼就是随便都可以，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在这个舞台上的姐姐妹妹都能放松。其实好想吃麦当当。我上一次吃麦当劳还是在上一次。我跟你说，你一唱那个娜姐就这样了，起鸡皮疙瘩了，我就已经不行了。音乐的力量，人生的魅力就是这样。我是浙江的，浙江温州的大神，温州虹桥镇，这也是大神吧。前几天，对啊，就是在上一次，我也没说错呀。现在就想鼓掌了，太厉害了。你高中学校倒闭了，被之前一个学长买了下来。我在舞台上永远是震惊，在舞剧里，在舞蹈世界里拍了呀，是官斗发了呀。我就是在温州话怎么说，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浙江怎么说？忘了，不知道浙江怎么说。温州江南街。江怎么说？皮皮革怎么说？算了，都不会说，不要说了，不说了。无语。记锅。记锅。维州。江南街。内比 P
皮革怎么说？国？切？丢笔？哦，丢笔哦，是吧？你发现你也不会说。温州一家人，你真的很幽默哎！又被冷到，又被冷到了。这个弹幕都被冰封了。镜框好看，谢谢，谢谢退堂鼓表演艺术家的秋天奶茶。艺术家。哼，我是 ENFP， 几点睡？十二点多下播吧。ENFP， 我是竞选者，我是快乐小狗。先来几个，全都是炸场的，炸完之后，十二点。十分或者十五分，谢谢江木含的荧光海。嘟嘟嘟，我还要拍照，我还要排练，我还要做特效，我还要干嘛呢？明天有课吗？明天是星期六，朋友。这位朋友，明天是星期六。但这份顺利反而给我带来了很多迷茫跟困扰。我不太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当一个。我可以把做特效留到晚一点做。红豆，大红豆，绿豆，有几个 PV？ 你猜？你猜？你明天有课？为什么星期六还会有？哦，有时候可能会有。三个，请问 ，excuse me， 三个是怎么放的？请问头一个尾一个也就两个，你怎么放的三个？中间一个，请问我的抖音都太模糊了，怎么都是唱 rap 呀？这届浪姐是什么？中国老说唱，中国，就是 OOOG 都是中国女 OG， 什么叫老炮？三十个姐姐互怕互，对，他在看浪姐，怎么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吗？他们确实都在唱 rap 呀，这说明什么？rap 在流行。Girl Crush， 哦、，Yes。还都是那种很酷的那种，那种 rap， 不是
出那种抒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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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给自己打打气，三十的姐姐或爸或。有没有那种109个？哎，109个。他自己写的。我的兄弟姐妹不喊累不后退。有没有互相呼应了？30个姐姐互怕互，109个，哎，109个。跟那个《亲昵》里面谢可寅的那个 rap， 109个，哎，109个。对呀、啊，是青春有你，我的兄弟姐妹不喊累不后退。怎么到他就是自信了？30个姐姐互怕。哎呀，我这期看完了，我们就去练舞哈。哦、因为我还有，其实还有下，但是我想把上看完、就是。哦，我的舞台。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我发现挺好的，有舞台给自己加油。看完之后有点斗志。无语。淡黄的长裙，不知道多少个，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多少个，反正不是48个，不知道多少个，不知道多少个，反正不是48个，不止48个，不止。48不止48个，不止48个。反正每个都是漂亮的个。漂亮妞。谢谢董大师的荧光棒。我刚说完漂亮的个，然后他旁边那个视频里面就说了一句漂亮的妞，一卡车美女，一卡车都装不下我们的人，我觉得。好耳熟的歌，这什么歌？这什么歌啊？好耳熟。不知道。哦，我神魂颠倒，改编了。她好女团啊，现在放鞭炮，街道等到拥抱的因为你的到来，颠倒变成你神魂颠倒。48的美女，有没有一种可能，什么时候这个节目就是可能说48传媒派了陈远去，他是三十岁以后才能去，芒果 TV， 那等3年后去吧。毕业之后就是。毕业成员，毕业续约的拍戏，其实就是说，谢谢借助森林的河的蹦迪，跳蓬蓬，哦耶！好，晚安，拜拜。等10年，派我去，谢谢，请大家到时候记得为我投票。大蹦蹦，哦耶！哇哇哇！就这种感觉，反正我是做好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哒哒。我觉得30岁这样活着。乘风破浪的金瓜。给力！
你是火，你是风，最后的美梦。你是天使的诱惑，最后的美梦。出道就解散。听过哎，这什么歌呀？燕尾蝶，谁的歌呀？梁静茹，有所耳闻。我还是听过很多老歌的，只不过可能只会副歌。在眼前。哦，消失在人海。五月天，五月天和钟和邓紫棋唱的《盛夏光年》可好听呢。我不转弯。我不转弯。对。鸟巢，猫，这个疫情，烦死！想看演唱会，感受一下氛围。我的金曲都没有观众，我的观众就是台下的成员。我关了多久？关了60多天，好像3年没看。我好歹去年这个时不是是这个时候吧，去年暑假还去看了一次音乐节呢，我一个人去看。嗯，感受的那个氛围真的很棒。我第一次知道我居然可以喊得这么大声。我去的是上海迪士尼那边国潮音乐节还是海潮音乐节来着，有挺多人的，就有的乐队可能也不认识，也没听过他的歌，但是就还蛮嗨的，就是感觉很有意思。有 rapper， 我只记得有。有那个一个叫什么廖笑农，521快乐。有廖笑农，什么高天佐，然后哦有陈立农，还有预言。我当时主要是去看预言的。哒哒哒哒哒。对。海潮，他海潮和国潮，他那两个舞台是在一起的，就左边右边这样。他就是海潮的人表演完了呢，国潮开始表演，国潮的表演完了呢，哦，有利路修，我记得，他在那儿打碟。谢谢开心最重要的玫瑰花，他在那儿打碟。就全程看他很开心的在打碟，也没唱歌，就很开心的在打碟。谢谢喵怪的秋天奶茶。然后像那些 rapper 在唱歌的时候就感觉很嗨，他们还会洒水。F 的意思是 freedom， 什么？我怎么我喊的这个不太
不能播，不好说，很尴尬。就是一群人的时候你敢这么喊，但是独自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说出来。而且我当时是属于那种很兴奋尖叫状态，怎么喊就是放声大喊，反正就是别人也听不到，因为大家都在喊，那你就听不到你的声音。然后我就跟着他唱歌，哇，我那全程是喊着唱的，就是唱，不是唱那蔷薇之巅还是唱啥来着，就是全程我是，哦，还有尖叫啊，怎么叫，你嗓子还好吗？还好，但是我发现就是说我尖叫的时候声音也没有很尖，就不像有的女生就是很尖，我感觉我还蛮雄浑的，不是？没有，他现在是放的那些放片尾曲，他在玩手机。结束了。我会尖叫，我当然会。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很好笑，就是，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出道前不是有一次就是可以去看公演嘛，就公司让我们去看公演，然后就看是 H 队公演嘛，那是我第一次看公演，然后坐在那个 VIP 室里面，然后不是有那个大 MC 自我介绍完，不是有都一般都会有你们喊扣吗，然后那时候轮到袁一琪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喊袁一琪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那个VIP 我就袁一琪，就很好笑，我当时还录个我还在录视频，就有点搞笑。我之前没有看过现场呀，我没有看过现场线下公演。对，小声打扣这样。你要是到剧场这样喊我，可能我就听不到。线下是不是爽嗨？我那天，不，我觉得我那天还挺赚的。那天还是就是孙珍妮前辈的生日公演，还有特殊表演，很赚，朋友们。又是终极任务，又是那个什么，就那时候还是新公演，好像。带个喇叭，教他什么舞？教他韩舞、男团舞。同一场，没准咯，有可能，确实很赚，在山顶。但是我当时觉得在山顶看，我都觉得好近哦，在台上的每个人我都能看清楚，可能是我视力好吧，哈哈哈。哒哒。我可是坐在山顶的山顶，在山顶的后面。卡粉，真的可以看见吗？我以为你们看不见。在战区可以看到谁卡粉了吗？这有点夸张。对，差不就是跟控台平行，这么后面。看得清。啊，好恐怖哦！有没有痘痘没遮住？但是近的话，就有可能有些痘痘就算遮住了，但是它光打在上面，就可能会有一些凸起，还是能看见。那好尴尬。那他们如果贴了痘痘贴的话，岂不是掩耳盗铃？就是说。你们还是看得见。你近视看不到，谢谢。真好，大家都近视。对啊，镜头看不出来。哈，五二一快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避免被粉丝看到咖粉，我们都没看你有没有咖粉呢，就是你们粉丝有没有咖粉呢。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漂亮粉丝，我们就会注意的。确实啊，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漂亮的粉丝。然后大家会讨论到今天有个美女耶。什么？嗯哼，哈哈，羡慕吧。戴着刘亦菲面具去，那就会变成，你看到了吗？今天有一个奇怪的人，他戴着刘亦菲的面具。刘亦菲好看，这个人奇怪。如何吸引小偶像的注意？但是我感觉你们戴着口罩就是在战区会不会很热呀？浅穿个懒洋洋去，那你会成为剧场的焦点。哒哒哒哒哒哒哒，热死了！你们这样子在下面，战区热舞。战区热舞可能控台都会给你个镜头吧，抢风头啊，把我们风头抢走。犀利者吧哟，这就开始学工业区。怎样吸引我的注意？很简单，想要听我说如何吸引卢欣怡的注意。只需要很剧烈的挥动手里的绿色荧光棒，朝着我挥啊！因为说实话，就是一般我这样才能知道谁是我的粉丝。就是一般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姑娘，就是小女孩，她会朝我，这样我就知道她是我的粉丝。就是她对着我的时候，她会很兴奋啊，这样子，然后我才会知道她是我的粉丝。要不然就是不知道，除非是我眼熟的。扔到台上会被请出去，哦，把我头像印在衣服上，笑死！灰尘花手，哎，灰尘那个，直升飞机，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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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公式照面具，请你出去，请出去。因为我刚开始刚出道的时候，就在那种，那叫什么谢，就是谢幕的时候，就是挥手鞠躬什么的，我就刚出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台下也没什么我的粉丝，我就不知道朝谁招手，然后我就只能左招招右招招，然后就走了，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朝左边挥挥手鞠个躬，朝右边挥挥手鞠个躬，就是这样子。
挥挥手，然后朝就是那种耶的粉丝挥挥手拜拜。就是他们在我经过的时候小布这样子，那也不一定就是喊出来，就是很兴奋，真的很兴奋。中间是超 V 呀、啊、中间是超 V， 那朝中间也鞠个躬。你不是在战区吗？在战区我每次都是先就是挥挥手，就从战区挥挥挥挥挥到上面，战区挥挥挥挥到上面。是这样，然后拜拜，然后就是走旁边楼梯出去击掌的时候，就会出去的时候先对着战区的朋友们拜拜拜拜拜拜，然后走到上面楼梯的时候就朝坐区的朋友们拜拜拜拜拜拜，然后走到那个出去的那个走道的时候就会对着靠那个走廊两边的那个。应该是右边吧，上面就是坐在栏杆边边的人拜拜拜拜拜拜，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就到机长。这不用复习，反正就是公演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朝各个方向拜拜，跟大家热情的再见。哪里没有拜拜过就朝哪边拜，除了我觉得右边那个站，就是我的角度的右边的站区我拜不到，因为不经过那边，除非我在走到摄像机的前面，我一般都会比个心，你没有发现吗？然后朝摄像机拜拜前我朝那边的才能朝那边拜拜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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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穿那种裙子呢就担心走光，就是还有那种滑跪的那种动作就很容易伤膝盖，特别是在练习室滑跪还好，可能只是乌青，但是在楼下可能在舞台上如果粗糙一点的地方滑跪那就是擦破皮。然后像这种双人舞瓜就一般不用像花那么在前面扭啊之类的，只用在后面就是配合他们做动作的感觉，就是这就是瓜。你以为瓜那么好弹吗？我是 hold 得住花。好的。就是有时候觉得当花好辛苦，当然当瓜也很难。裙子对短那次美少女战士那是太短了，就是那个对我来说那裙子有点太短，确实因为当时买的那个衣服太短了没有办法，但算反正都穿了打底裤就无所谓。那当瓜也很辛苦啊，当瓜你就得就是你要就想剩下来说你要 hold 得住花对吧，好拜拜晚安。
气场要压住话。沈小爱这个就是跳舞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感觉他能把我，他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弄死我的那种状态，我怎么压住他？笑死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花强花弱，没关系，养着养着就强了。眼神不能，我瞪他，比谁眼睛大吗？我的眼睛比他大，我的眼睛比他大。你干嘛还把眼睛眯起来？哟，烦死了，丑好丑啊！谁让你刚刚就是你刚刚不做好准备，捏出了个爱心嘴，大家请截图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刚刚是不是要把你拉进来？你这个大素颜，我也没有那么丑啊！你有种自己进来。怎么手掌脸上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的最佳拍档跳 spy， 然后我是一个蜘蛛精，我有八只手，然后他是那个蜘蛛侠，我是他的器灵。嗯，这是可以说的吗？啊，不小心说出来了，这是可以说的吗？让爱情的子弹射入胸膛，击中了心尖啊！我这只蜘蛛精，我这只蜘蛛精死啦！我孙悟空，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接到四双手套，就属于说我现在只有右边的四只手有的戴，他要戴假肢这样子，戴六只指。假对我们的设定在他的我们的设定就是猪猪精和蜘蛛侠。我要笑死了，还没接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多双手的。中美合拍啊，对哦，Spiderman 是小爱是嘴巴里吐出来撕，我是这样，他是，不是，我是从肚脐演出来的。中国的好恶心、啊，中国的蜘蛛精好丑啊！你好丑啊！你到时候别露肚子，好丑。我要露肚子，有伤风化。Spiderman， 我是 Spiderman， 你是 Spiderwoman。哎呦，你这个小好恶心啊！怎么正常一点？你这个小玩意儿，咦咦咦！他是不是疯了？我也想问，谁能？你看着我，我就不信你两眼空空。我就不信你两眼空空。我对你翻白眼了，两眼空空。我对着你翻白眼，我就笑死了。哟，你怎么这下不和爱心嘴了？哟怎么看了个浪姐醉了呀？对，大家期待一下那天我蜘蛛侠误入盘丝，但我那天就是一个蜘蛛精，我有八只手，然后他就是那个蜘蛛侠。我如果是三代蜘蛛侠，我就有那个。然后我们到时候的舞台就是这些老卑鄙的玫瑰花，叫什么来着？什么大战蜘蛛精？眼睛跳了。明天哦，对，是明天。知道你什么吃入你心间？哎，
哎，谁懂？谁懂这个梗？什么那歌词怎么唱？什么子弹射入你心间？不懂，懂的懂，不懂的。爱情的子弹，变变变变变。爱情的子弹刺入胸膛，击中了心尖。刺入胸膛，击中了心尖。这样就唱到你辛巴了，那太容易，你的辛巴太好唱了。嘘，天机不可泄露，我们不是跳这首。嘘嘘嘘，不能说不能说。嘘，你还以为是天使的圈套，天使的圈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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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没什么大不了。哒哒哒哒，跳换，跳暗语。我看过别人，我当然是耳濡目染，懂吗？暗语什么？我默念汉谟拉比法典，换灯红和酒绿，还有口红耀眼。Look out, look out, 香味在缠绕。Look out, 情发无法预料。嘟嘟嘟他，我串烧，嗯。好主意。秀秀怎么唱来着？ I wanna dance in tonight. I wanna dance in tonight. 哦，那个信号只能不够思考，天真无邪，什么难道一眼到了？怎么跳来着？ In the dark. River.歪的歪的，破人心的，嘣嘣嘣哒哒哒哒哒，谁先呢？嗯，哎，哪边挪呀？挪挪挪，哒哒哒哒，从那边起，憧憬在发芽。艾未央怎么唱？艾未央怎么唱？艾未央怎么唱？特爱我的艾未央，我的艾未央。你和我又怎样？啊啊啊啊啊！这个我倒不会，不知道怎么跳。试一下好声音。我们要去跳舞了吗？没有，他在三楼，不在我们隔壁。我半下吧，五分钟。小腿摸到大腿，特奈我的艾未央，五一，这不是那个什么，Sweet Trap 怎么唱来着？一步一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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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教他跳的是 TXT 的 Good Boy Gone Bad。无声的探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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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唱来？嗯，我怎么只记得前奏？
我当时嘟嘟嘟嘟嘟嘟，谁来提醒我一下歌词？哪一个呀？无声探戈。嗯，无声的探戈。哦，我们是碧蓝色的飞鸟，特务中的问号。哦，我们是特务中的问号，碧蓝色的飞鸟。啊，这顺序是啥来着？4:08。我们是特务中的问号，碧蓝色的飞鸟。4:08，任务刚好，刚好打发我无聊。我知道有躺在地上，他们是先一个人在那唱4:08，任务刚好。刚好打发我什么无聊，然后后来是一个人开始走上去，男位开始走上去，好，然后他们就开始坐那个椅子，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坐在椅子上唱完之后，然后就牵着手走到舞台中间，然后开始舞蹈完之后就是躺下，然后翻滚站起来。我当时第一次看整场公演是看头号新闻，那时候那个叫什么临兵列阵什么什么前，我一直没搞懂这个歌曲名，临什么斗列阵前什么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真的很复杂，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我连读都读不顺，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你以为文言文对吧，就是很复杂。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吗，蹦蹦蹦，还有无声探戈，还有那个皇家蚊帐，还有什么呀，女有什么花的歌吗，哎，有点久远的记忆，就是头号新闻。想看我说马尾跳蚊帐，想着吧，想着吧，哒哒哒哒，怎么有人打喷嚏都在那边卖萌一样，啊啾，啊啾。我们这种打人打哈欠都是阿啾，我们这种性格直爽的人，啊，30了，拜拜，大家晚安，521快乐，明天见，明天拍档见，谢谢鸡块鸡肉小熊，拜拜，谢谢 AD 感男夜蝶，拜拜。